好專業咯，啲師傅上嚟戒玻璃啊嗰啲咧，全部都係好細心咁做咯。即係佢哋一做得唔滿意，佢哋會停咗佢，我哋重新嚟過咁。即係係全部都好專業咯，態度好好，個個都好斯文。咁啊，見到佢嗰種態度、嗰種熱誠咧，即係感染到我哋，咦都好似幾好玩喎！我見到佢嗰種感覺，佢好開心影到。即係佢唔單止係嗰份工作攝影咯，佢俾人感覺好似一個朋友咁傾偈啊，所以個感覺好好咯啊，又即管玩下又幾好玩喎咁樣，咁所以今晚咧咁就做咗呢一個拍少少嘢咁樣啦，同埋真係幾滿意所以我都願意去拍。新十字型的间隔出了名实用的了，八百几尺的单位就算是间多一间房成为三间房都不是问题，地方也都会变得更加之实用。当然都要透过设计师的巧妙设计，多方面的配合才能够做出户主心水的效果。设计师 Away 在这方面就下了很多功夫了。客饭厅的设计以简约时尚为主，一幅橙色的墙身十分之显眼，橙色的墙身和白色的家私十分之配合，而间隔相当实用的。贴墙的储物柜配以不同 pattern 的设计，加上了镜面的效果，就令感觉更加之时尚了。口碑好的公司是会获得朋友介绍的。其实呢想装修都成年几㗎啦。咁但係呢年几里面呢，咁上网睇好多设计公司嘅网页啦。咁咁啱呢又有个同事喺你哋公司里面设计咗两间屋，两间屋都俾你装公司嘅装修设计。咁佢俾我嘅感觉佢好满意啦。咁所以佢推介俾我，返嚟我哋又自己上个网页再睇。所以咧就嘗試一下揾下你哋公司傾下咁，好多我哋聽咗好多會好遲先會交貨啊，同埋嗰啲唔係好專業咯，可能佢 sell 你嗰陣會幾好，但係出嚟個效果唔得咯，咁所以口碑係緊要。簡約嘅設計係户主嘅要求，最初定係俾個概念，咁其實我哋就冇咩意見俾到嘅，即係好大部分都係阿 Ray 就負責去即係。design 好晒咁，跟住再俾我哋睇嘅。同阿 Ray 讲，我哋要光啲嘅，要多啲灯光嘅，因为我哋鍾意间屋呢光线要充足啲。咁样呢就一路同阿 Ray 讲啦，咁佢反而佢好用心囉。我觉得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就係阿 Ray 我哋设计师佢好用心，好专业啊。我哋睇图嗰陣又好开心，佢设计话俾佢听时候好开心，即係成个过程就好开心。每次去睇圖啦，有少少嘅改啦，都會好開心，所以成個過程我好滿意咯。好多人覺得裝修好煩，但係户主就好享受今次嘅裝修過程啦。裝修真係好煩，但係因為畫圖嘅過程啦，設計師阿 Ray 俾到我哋好有信心啦，同埋好好嘅感覺啊，好舒服咯。咁佢畫啫，唔係我哋畫啊嘛，咁佢畫得好靚，咁又俾到好多意見我哋咁樣咯。其實如果特登叫我講邊 part 咧，我就講唔到邊 part， 因為每一 part 都有佢嘅優點。咁例如呢一個邊櫃啦，咁因為咧每間屋咧一定會有好多雜物噶啦。咁呢個咧就好巧妙地用呢啲位咧，俾我擺咗好多相簿啊！一定每間屋又會好多相簿、好多雜物。咁但係咧係擺得到咯。咁我覺得設計好好啊，好實用嗱。呢啲櫃咧全部都係擺到嘢。你唔好睇佢薄薄地咁樣，因為薄薄地佢慳地方啦，美觀之餘佢係真係擺到嘢。咁咧就係啦，所以我好滿意啦呢一 part 又。咁同埋係咯，佢哋阿 Ray 佢哋咧就唔會話因為走啲地方唔做咁多櫃咁咯。咁所以咧就因為慳位啊，所以視覺感佢唔可以做咁高，佢做矮啲，咁咪幾好。好似呢個CD 櫃啦，咁我覺得擺咗好多 CD 啦。好多
燈啦，頭先我講過我想有好多燈光啊，咁阿 Ray 又滿足到我嘅要求好多燈光啊。咁你見成一粒咧係成組嘢嚟㗎，係全部都係好好一致咁樣咯，即係擺好多雜物啦、藥啊、啲隨手攞得嘅嘢啦。最滿意就係呢組鞋櫃啦。鞋啊，好麻煩嘅，通屋抌嘅嗰陣時，我哋未整呢啲鞋櫃嗰陣時，咁而家整咗之後咧，你睇見而家係上下格全部都係擺鞋嘅，咁、啊、除咗咁樣，仲有下面有啲地燈咧，就即係反映到間屋好光猛，好靚咯。咁仲有一個好處喎，嗱、啊，有如果多人嚟，呢啲鞋可以咁樣好歸一，好整齊啦。姐姐的房间以汽车为主题，蓝色加上白色就最切合不过了。户主特登请了假来到监察装修的进度，过程是怎样的呢？不讲得是监工的，咁啱又可以拿到假，就上来看他们砌家私。因为我跟阿 Ray 一起去看个设计，所以我有些概念，我知道那件家私大概是是啲乜嘢嘅部分，咁我可以提供到少少意见俾佢哋咯。最后嗰日执手尾，即係好专业咁样唔啱嗰啲咧，所以成件家私拎走咗，再翻去做过，再翻嚟同我即係组合翻，咁即係系做到我哋觉得系好满意咯。我哋中途有啲嘢想问阿 Ray 嘅时候，我哋打电话俾佢咧，佢都稍后即刻复翻我嘅，佢问清楚之后会复翻我，就唔会话我打完俾佢就算佢唔理我啊，或者唔知拖我几耐啊，就冇呢种情况出现咯。咁所以比我意料之中系好好多。好多人都会用专业和斯文这些字眼来形容设计情报中心的师傅的。很专业咯，师傅。上来戒玻璃啊那些全部都是很细心地做咯。即是你是不会觉得他们会求求其其做了就走了去那些咯。即是他们一做得不满意，他们会停了去，我们重新来过咁。即 是全部都很专业咯。态度很好，个个都很斯文。其實唔單止我哋話係好嘅，因為佢入嚟一陣咧，我哋有好多看間啊，嗰啲管理員咧都話：，呢間公司啲嘢好整齊喎。佢幫佢整完嗰啲紙皮啊，會翹埋擺埋一邊，執乾淨曬啲嘢，一路做一路執。咁呢啲唔單止係我哋覺得係好咯，係呢座大廈嗰啲管理員啊，都會覺得啊啲好有手尾喎，咁幾好咯，係啊。免息分期付款令到户主有更多空间来买其他东西，非常之好，即是可以不用一次过给这么大笔钱去这个即是负担这个费用。为什么户主会给设计情报中心来到为他们拍客户满意个案的呢？上你个网址嗰阵睇，都睇到好多满意个案。咁当时我又觉得好奇怪，又觉得哎呀啲会唔会系做马噶？咁当时未帮衬啦。咁啊完咗之后咧，你哋同事阿 J 咧打电话俾我，喂，真系有人上嚟拍嘢喎。咁我当时都拒绝咗，因为时间问题啦，觉得哇要影咁耐，又时间好难受咁样。咁又冇應承阿 J 啊，點知咧有個攝影師上嚟都，我哋個人影唔得啫，咁幫你家私啊裝修影下都好㗎咁樣，咁上嚟影，咁啊見到佢嗰種態度、嗰種熱誠咧，都感染到我哋，咦都因為幾好玩喎！我見到佢嗰種感覺，佢好開心影到，即係佢唔單止係嗰份工作攝影咯，佢俾人感到好似一個朋友咁傾偈啊，所以個感覺好好咯，啊又即管玩下又幾好玩喎咁樣。咁所以今晚咧，咁就做咗呢一個拍少少嘢咁樣啦，同埋真係幾滿意所以我都願意去拍。咁好嘅公司點止要介紹俾一個人啊？我哋裝修完之後，我哋已經請嗰啲朋友上嚟參觀過。咁佢哋一講起話想裝修或者做家私咧，我哋都推介貴公司俾佢哋。